听众们好，我是李南央，为大家播放南央讲故事。这个节目每周日播出，每次大约15分钟。在节目中，我为大家朗诵自己的作品。今天是2019年3月3日，是这个节目的第41期。请听，读父亲北大荒来信，再认识我的父母。父亲在北大荒写给我母亲的信，使我在整理他和母亲从1938年到1960年所有信件中，我最不忍卒读的。每每读来，总有一种胸口堵得难以喘气的感觉。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父亲青年时代起即献身并为之忘我奋斗20年的党，把他像垃圾一样的扔了。一个男人对孩子、对家庭不能有些许贡献，而在饥饿病痛的折磨下，不能自禁地开口向早已冷漠了的妻子要东西，而被长篇累牍地挖苦。食品匮乏到臭豆腐连吃两块，每天2点起床，靠稀粥、豆饼、国府的驱赶，一直要扛到晚上。拉稀拉在裤子内，还要坚持下地，还要写交代材料。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从北大荒寄回家的那块漆黑的豆饼，说是豆饼，其实是豆渣和草料的混合物。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是我们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而父亲在北大荒经历的那种生产大突击运动，其对人生命的摧残，是地主也只能望其项背的。所不同的是，那残酷的本质被一层美丽的革命材质包起来了。对于一介42岁，在此之前未曾肩挑手提，不久前还通报全党的红旗秀才，这种转瞬之间上天入地的变化，这种被彻底打翻并踏上一只脚的屈辱煎熬，需要多么大的力量才能支撑下去。1960年4月19日，父亲在北大荒给母亲这样写：会记住你一切告诫，投入劳动和集体生活之后，相信自己会很正常起来，鄙视过去，相信将来，42岁开始自己真正的生活。这几个月来，没有你的帮助，自己会陷在更糟糕的情况。5月12日，父亲的信中又这样写：想着自己在党内20多年，历史问题审查多次，这次仍让党为此麻烦，心中有愧，也确有伤感。因之，我唯一能做的是在此很好劳动，很好改造自己，使得我们将来能够面目一新，孩子们在成长时有好的、健康的父母。7月16日，父亲又这样写：总之，用感情的态度，我会难以支持当前的生活。是认为自己必须改造，有错误才能支持下来的。从这些叙述里，我看到父亲赖以支撑的不仅仅是力量，他那从热河办报时起屡屡见于信中的一贯被母亲蔑视的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能伸能屈的性格，此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同张闻天的话，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是要遗臭万年的。他参加革命20余年的经历，他要继续为自己献身的事业奋斗的愿望，他与共产党荣辱与共无法割舍的情节，共产党是真理化身的现实，使他不会做出如烈女林昭、张志新那样以死抗争的抉择，即落难就接受现实，不钻牛角尖，不彻夜辗转的苦痛，屈起身躯，麻痹起神经。只有不仅仅如是说，一定如是想，想自己确实需要劳动改造，想自己好好改造的态度得到党的认可，才能看到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去的可能，才能看到一家人重新团聚，孩子们将来有个父母双全的正常成长环境的希望。38年后的1998年，
父亲在纪念挚友梨树的文章《梨树十年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梨树认为毛泽东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五是不断思想改造，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这第五点，大家都曾经挨整受罪，但都没有像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是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很多情况下是将被改造者推到消灭肉体的边缘来实现的，从肉体上摧残那些胆敢持意见的人，打断他们的脊梁，使他们在饥饿和非人的生活环境中丧失思考的能力，丧失做人的尊严，而成为行尸走肉，以此根除思考的危险，得以实现毛泽东思想的大一统。毛泽东思想的这第五点，在有些人身上确实达到了彻底改造的目的。母亲范元贞即是最好的例子。母亲那时也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被下放到青云仪器厂的热处理车间当工人。平常住在工厂，刚刚两岁的妹妹整托在六一幼儿园，我在通县的小学住校，哥哥则一切由老阿姨照管了。用父亲的话，此时母亲不但要领导家中四个人，还要加上乌苏里江西岸一个人。1960年4月24日，父亲给母亲的信中呢，就是这么说的。要给父亲，母亲呢，这时候还要给父亲办找全国粮票、买东西、转关系，这些无疑是要看人冷面孔的事儿。自己在单位还要劳动，接受批判审查，确确实实让他吃不消。同住的两对青年夫妇搬来没有，还相容吗？1960年5月25日的信中，父亲这样询问母亲：我家原来的单元是五间住房，大客厅是由两间屋子打通的，另外呢，又从隔壁的单元挖过来一间做父母的卧室。父亲去北大荒不久，水电设计院就分来两对新婚夫妇占去我家单元内的两间，此时隔出的一间屋子也还给隔壁的单元了。这样我们一家五口住在打通的一大间客厅里，但是厨房厕所是三家九口人共用的，其尴尬窘迫可想而知。母亲与其中丈夫腿稍有残疾的一对相处还好，另一对中女的非常厉害，母亲她针尖麦芒。母亲的生活条件此时与父亲相比仍是在天上，但精神上对他这样一个原本就很别扭的人，实在已构成地狱般的折磨。以母亲的个性，在顺利时期都是永远不顺，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他那时为何开始拿我当出气筒，为何有时接到父亲的北大荒来信会疯了一样的写成百字的离婚信，逼着阿姨去邮局按电报发，邮局拒绝发那么长的电报，他就逼着阿姨一趟趟的再去。父亲是我当以最大努力迎接考验，并顺利一关通过一关，他在信中是这么说的。母亲则是万难做到了。在接到母亲的离婚信后，父亲简短的回了一信，说离婚现在不谈，待我回来后再说。之后两人的通信就完全断了。自那以后，母亲的革命变得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彻底。她不但把父亲的北大荒来信交给组织，还把只有夫妻间才谈的枕边话全都抖了出来，用这种大义灭亲的方式证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及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她在接下去的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父亲所有的朋友，凡有外调他一律揭发，不管是自己熟人还是朋友。记得大概在18、19岁的时候，我曾突然有所醒悟，完全的理解了母亲那时的难处，原谅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对我过分的辱骂甚至毒打，希望能与母亲亲近些。但是当我知道母亲原来对大跃进持有与父亲相同的看法后，
当母亲一封封寄来对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单位领导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探亲时领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我断绝关系后，则把我心中残存的一点亲情彻底毁灭了。如果说延安整风后，母亲和父亲的思想分歧从他们的来往信件中已屡屡出现，那么庐山会议后，俩人则是根本无法以任何方式求同存异了，因为同者孩子感情已彻底被阶级所替代，而异者对毛泽东和党的路线的一些怀疑，其实曾经的同者则万无共存的必要了。他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个孩子的丈夫是反党分子吗？一定不是的，否则他怎么会在父亲20年后复出时动过复婚的念头呢？但是他被毛泽东所显示出的绝对的威望、绝对的统治力、对异己的绝对的残酷清醒震慑住了。他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阶级作为让李锐俯首帖耳的武器，那么此时他则必须将自己与李锐分化在两个不同的阵营，才能得以生存。他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他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他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做一个卢钱公，他不能想象自己经过20年努力而得到的一个38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他的娇娇的品格决定了他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他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毛泽东，除此别无选择。父亲在《梨树十年记》中还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他说，自由是一切革命者所向往的最美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共产党学员中说得很清楚，在革命斗争中，多少烈士为自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何以我们现在提都不能提。每一次有人提自由，就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大动干戈加以反对。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应当表现在保证有发表的自由，而不是动辄违反宪法任意剥夺这种自由。与母亲甘心放弃思考的自由，情愿承认自己没有怀疑领袖的权利以求得保存高级干部的地位和待遇相反，父亲的放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应该承认，父亲在被放逐到北大荒时对毛泽东的错误、对中国大地发生的事情还看得很不清，想得很不透。他的议论，老头们基本是好的，由公社转农场，他们的生活和收入都显著下降，有点牢骚也不多谈，而且了解国家总的政策，也看远景，只是担心自己等不到。昨天一位郭姓老头将他的手指给我看，像弯曲的香蕉，从小累得无一个指头能够伸直。他们即使这样，他们过去也从未吃过豆饼，他们现在也跑肚，无人说怪话。1960年5月18日，我父亲写给母亲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以后准备每天利用晚饭后读书半小时到1小时，有计划读《共产党宣言》等几篇主要东西，另外读反右等汇集文件，报纸此前可以看到。60年7月1日，父亲的信中是这样对母亲说的：父亲年轻时所刻意锻炼出的吃苦耐劳的品格，自幼养成的勤学读书的良好习惯，使他在艰难的抗中，在像野人一样的吞噬一切可食之物时，仍不辍学习，这使他得以不断充实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在环境稍稍缓和可以思想时，即可做锲而不舍的苦索，
因此他的灵魂仅仅是做了生存所必须的弹性扭曲，而不是像母亲那样不可逆转的塑性畸变，得以在受难中逐渐走向成熟，未被那庞大的机器碾造成伪君子，从本性的倔强好胜而逐步成长为有胆气、有真知灼见的真君子，并且逐渐谙熟了发表意见的艺术。40年后，对于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父亲有了深刻理性的认识和剖析，他的思想闪烁出大智大勇者的光辉，并以丰厚的著作将之传播于世。父亲是可以骄傲的，他自炼狱中走过，他自炼狱中获得令人羡美的人生。1939年父母相识，1939年相爱，共赴圣地延安，两人又同出延安至热河东北南下，从国民党手中夺过政权，后转业至新中国的工业战线，为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而工作。两人的出身、学历、经历，甚至相貌的出色都十分相像，吵吵好好，分分合合22年，一直到庐山会议，终于走到了尽头。其后的40年，我得以亲眼所见，不用通过信件了解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更感动于父亲的与人为善，父亲的坚韧刻苦，父亲做事的执着。这些优秀的个人品德使得他一生历尽沧桑，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追求，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自由。作为一个丈夫、父亲，个人品德对他的妻子儿女非常重要。作为一个领导国家的高级干部，好的个人品德则更不可或缺。我惋惜父亲的秉言之书不为人所容，而未能在更高的位置上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我庆幸母亲的官位仅至退休后的副部级待遇，而不是更高，人民因此少一些可能的厄运。2005年2月1日，因为这篇文章呢不长不短，没法隔成两个节目，所以今天的节目有点长，还得请大家原谅。我的母亲是在2008年去世的，父亲在上个月也走了。我自己的人生之路还有多长，我说不清楚，但是我会继续做好每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个在两个不同的制度里生活过的人的生活体验和思考。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收听，下周日再见。